那是小鬼阵，袭击我们是伏击的最佳狙击点。我过去，你掩护我。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。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？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，寻找对方的狙击手。他们找不到我们的，我们四处游击，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。我想，他们是要另寻目标。另寻目标？我判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。他们敢？喜欢，咱们找找，看他们会从哪下手。 那个小山包，看见没有？看到了。
那是小鬼队袭击我们指挥部的最佳据点，我过去，你掩护我。小心，死不了。 人马怎么还没打下马蹄阵？你是抵抗力太猛。铁虎，嘿，当务之急，拿下敌人的指挥部。你，潜伏过去。 怎么还没有动静？守军，去看看。嗨，怎么样？快点了。
上班行。 少佐，这个地方绝对出乎敌人所料。新四军的狙击手绝对会死在我们的枪下。 转移，发现对面有目标的话，立刻开枪，不要迟疑。杨子，杨子，站住，站住，快点！